好多。这么多。默默来尝尝。嗯。气味出色。夏天减肥饮品。哇，真这么香！今天轮到我们家金斗来做菜了啊，一边学习一边做。咱们一门心思的翻手机呢，希望能好吃啊。你最好不要把那个剩下的三文鱼给瞎了就行。嗯，这个是那个老爷说的葱头发。然后生姜、大蒜，半个洋葱，半个苹果，然后放点老抽。老抽？嗯。啊，你要酱油有一点，老抽有香干白酒。嗯，取消，那个剪掉。放酱油。嗯。放。倒吧。嗯。我说停你就停就行。放，放放放。你是厨师，我是厨师。这个酱油啊，放的时候能有能找到的话呢，放那个浓口酱油就行啊。浓口酱油。嗯。然后这个是白糖。黄糖啊。黄糖。黄糖放全放。那，全放吧。看看啊，这么些大概有多少？大概有这么些。放这么多啊。好，上锅煮。嗯，煮。嗯，上锅煮就可以了啊。煮至苹果和洋葱蔫了就行了吧。嗯，对。是不是？你那洋葱太大了，这啥时候能蔫啊？嗯，差不多就行。好，差不多就行了。啪啪啪啪，搁里面的豆。嗯。只要沸腾了十来分钟就可以了，对吧？好，对。三片昆布放进去。好。没错。对。这得喝醉了呀。行。煮吧。嗯，好，挺正宗的。没啥技术含量。今天做的是酱油三文鱼。放三文鱼的话就是酱油三文鱼，放虾的话就是酱油虾。煮沸了调小火啊，中火吧。嗯，中小火就是。嗯，煮到这种程度就好了啊。把火关了，然后晾凉。아직그건데괜찮아。这个不能来回锯啊，这样的肉就散了。哎，不能往下压，更散。그럼어떻게하라고한번쭉나가면끝내야지울었다고중간에살짝그거만越来越直了呢。头一次切这么高级的食材啊。放心，以后高级食材越来越多。上面铺一层洋葱，压一下它。家里有柠檬的话再放点柠檬就更好了。春天我全用上了。嗯，맛있겠는데。那可不。然后把刚才煮的那个酱汁儿。酱汁儿倒。没过就行了啊。盖上盖子腌三个小时啊。晚上就吃它了。来点橄榄油。三文鱼呢就这样先给它腌制了一下。嗯。海盐加胡椒粉。现在开始冒烟了。嗯。这个时候放黄油。放点蒜啊。
这专业的应该你来呀、啊。挑战一下石锅鸡蛋糕，得一直这样和和，搅拌成80%-90%的情况，然后我们就不用搅拌了，调最小的火，然后盖上盖子，用这个盖上盖子 ，OK。来点水，点白葡萄酒，我有少许啊，黄糖，酱油，再调小火，把这个给它煮至粘稠啊。腌三文鱼哈，这差不多了啊，我给你关了啊，要不然底下就糊了。上面还得放葱花呢。哎呀妈，你开了好几遍，然后给我毁模样了啊！挺好呀，这颜色，就是这个肉肉有点小哈。找个大的呀。放洋葱，放点这个辣椒。也是一样的汁水腌的。好了，三文鱼饭完成。哎呀，맛있겠다！天哪，빨려라！太好吃了。有那张气的吗？鸡蛋给整塌了。那你不能忙了的。鸡蛋。别吵，我们先吃。他好像要那个什么。先把作业做完。자전거타기위해가지고。拼了。拼了。还行吗？做了2个电视了。好。好火啊！先尝一口这个腌好的三文鱼。什么酱油？好的，嗯。你咋不这个的？别装了。没事。이거를얼려놓으면초금이잖아여기랑하이포도까지넣고장요라이시다지금찌모예아이거오래간만이다그정타와응아니그정타와그러니까这时间一久肯定塌응地震인것같잖아这是勺子型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寿司快来快吃完嗯，就得来一点。把沙皮收回来，等它现在。辣椒没事。嗯，很香的。嗯。尝尝这鸡蛋，这叫鸡蛋什么来着？鸡蛋糕。哪里见过很多次？你怎么了姐？还点过个？西藏呢？一去的话我就点这。맛있어？嗯，맛있지？嗯，맛있어，잘했어。진짜맛있어。여기다김치넣고。辣椒하고꼭配해줬어요。좀매콤한거。嗯。아먹을줄아네。당근맛있는데아니야。哎呀！爸爸一个。응조금더한조각더먹어와짠김도몇개줄게이거는밥먹는게아니고무슨딱무슨뭐빈창하는그런것같다아무리먹어봐도 그런거아니야我吃不完우유김만나나보다소리없다희한해또빈도놔야되는거
你皮面有点拿上来。皮面烧什么？嗯，我这有点擦掉。嗯。不是来的。好。对。啊。哎呀，你看你后面给我接上的话白的人，这孙女没白接啊。我知道怎么说，成气了感觉有那样哪有那样。哎呀，我做没完，没事的没事的，给你买么完。那个就三文鱼的脖子那个做的，嗯，有两酱不是鱼，我也能搞那个发财锅，真搞一个不是的，这边等我上饭了，对吧？有点没你搞吃个正当，嗯，没事的呀。我啥菜都有，就当个正吃个。嗯，哦，臭豆角。啊，搞得我们都没有。嗯，可是讲没味道的，不难讲。嗯。저녁에배고픈다고지단거다잡다뒤에지단거같이먹어안짜나괜히来了啊！开始。看看这回是谁？哎呀，听那个导演的，也是导演把那个什么把连续剧得了。我感觉之前爸爸该轮到了。哎，连拿年代啊。哎，估计是老爷。那人家绝招在他那边教人家，可好了，完了，你成不了了。学那边班的年轻。没有。老爷。哇。观众，十三个耶！好了，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明天再见，拜拜。哎呀，今天这个吃的挺好，这个金导继续连续剧多好，快点转一下，还转到我。哎，这样比较刺激。对，晚上睡不着觉，这。你这么做背的？背的太多了。嗯。你看我们那名字，你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满了个满的六个的能听得不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妈妈四个爸爸三个没能听成这样子我这六个的电动过来我们太多了相当了我都没插数啊哎呀